我雖然是德國土生土長，但是由細到大我都很喜歡香港的文化的。香港的電影、電視和音樂更加是我成長的過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參選香港小姐令我入行是有機會演戲和做主持的。我也很享受幕前的工作的。今次上到來我想讓大家知道，其實我很喜歡唱歌的。跟着你错，跟着你。